当红尘被迫营业，苦瓜、鲱鱼罐头，这都是些啥任务啊？好，错了，再来。跳完舞后才能捡物资，这个可以，走你。哎呀妈呀，总算跳完了，那我可得给你们算算账啦。瓜、鲱鱼罐头这种任务都是谁布置的？给我出来！我就想问问，你们还有比这个更狠的挑战吗？索性放马过来吧，给红尘个痛快！只希望今天的幸运女神能够心疼心疼我。拜托拜托！什么？二级头？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？舞也跳了，萌也卖了，咋还是没有好物资呢？我太难了。慢着，有敌军哎！盘他！哼，今天没有信号枪，可哄不好红尘小可爱啦。Really？ 三级棒，三级甲，三级头。就算这样，我也不会行动的。我信你个鬼！哎呀，平时的 N 岗信号枪不是挺多的吗？宝宝们，你们最多的时候在这捡过几把啊？说出来，让他们开开眼。红尘和队友的相爱相杀，小叶小叶，我们来比赛。好，怎么比？前面防区有三名敌军，谁能拿下两分，物资就归谁。红队已拿下首分，你输定了。什么？一比一打平了？算我轻敌，接下来我可要认真喽。哟呵。二比一胜利，小叶，你可不能捡任何物资哟。此刻的我，只想给你两枪。哎呀，不要急嘛，这还有个超级坑头呢，谁先拿下就归谁。啊啊哦！不小心就拿手三杀，真是难为情啊。陈宝，你这是要气死我啊。好啦好啦，分你两个盒子啊。慢着，上坡上帽子有敌军啊。瞧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 Oh no！ 小叶别铁了，先去解决了他们再说。另一个人呢？难不成是丢下队友跑了？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让我们向着烤鸡进发。我看你的小脑袋瓜一定是热昏头了。小小年纪所向无敌神秘超能力，双手并用变身启动，实在好神奇，捍卫和平维护正义，叫他第一名 Ben 10。 嘿嘿，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小叶这是在干啥呢？发呆还是挂机啦？提醒他一下。此时场上只剩四名敌军了，振作精神啊，我亲爱的队友！可以可以，没给我们侠客家族丢脸啊！之前看留言说有很多粉丝想加入我们侠客家族，那你们准备给自己起什么名字呀？说出来给红尘听听呗。OK OK， 此局也接近尾声，各位小老爷，请准备好你们的双手，给红尘鼓掌吧。另一个敌军竟被毒死了，真是天助我也啊！宝宝们，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别藏着掖着，快快下达吧！